走医生，救出伤救天子，拿我的命去跟我爸去都可以。再难的困难，也必须坚持下去。三博脑科医院的病房里，有一个五岁的女孩叫笑笑。五岁的笑笑不是患者，但由于长时间陪床，医院里的很多人都认识她。有人吗？不打呼叫。笑笑的热情阳光，让每一个接触她的人都心生怜爱。也正因为此，所有人都不忍心告诉她一个残酷的事实：在这里，她将陪爸爸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我想陪你长大。你的痰可干了，你多喝点水吧。吴耀东，36岁，来自辽宁。进来我看看。啊、哦，还是脖子疼的厉害。那脊柱和脖子很难受，我可能喝口水，咽水就疼。在他的脑部和颈椎的交界处，长了一颗鹅蛋般大小的肿瘤。侵犯到深部了，不光压迫到脑干，压迫到血管，脑子里头这几根血管它都会给你侵犯。由于肿瘤已经把吴耀东颈椎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关节侵蚀了，他只能平躺在病床上无法翻身，稍有不慎头部和颈椎就会断裂，呼吸将会在瞬间消失。比较少见的一个恶性肿瘤，你万一你做完了它再往下长呢？治疗陷入困境。喝点吧，你嘴贼干。他架着我，很悲剧，没有比我妻子好再好的人的，我非常的满足。他在哪，咋就是这样？我这个妻子，两次呢，都对我不离不弃的。他就是这两天用完止疼的，就特别容易吐，太疼了，疼得遭罪。昨天疼的时候就说，我疼的现在，除了死什么都不想干。前两天来的时候吧，还能起来呢，能下地吃饭，能坐起来。现在就天天这么躺着，就喝水的劲儿都没有。缓解吴耀东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妻子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手术上。
血管受侵。手术的路上，笑笑跑在了最前面，抢着推手术车，希望能给爸爸带来好运。爸爸加油做手术，别害怕，我们等你出来。行吧，我们等你。爸爸加油。我们等你出来。明天一起去医院。明天一起去医院。拜拜。来来，张嘴。9:05，手术开始了。然而，第一部气管插管就出现了意外。不能再张了吗？肿瘤已经蔓延到咽部，气管插管无法进行。咽球比较狭窄，它是一个困难气道，张口度比较小，就经口腔插管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置入啊，可视喉镜非常困难。我底下扶住了，直接给药，你下面给，想办法给吧。多次尝试后，医生只能选择了气管切开。把那个书生再给他生一颗，谢了。来喘气啊、拿两个拉钩来。经历了麻醉、伤口暴露、取骨、颈椎局部固定、心率监测仪上的曲线起起伏伏，吴耀东终于坚持到了最重要的环节，取出肿瘤。而肿瘤与多个关乎性命的大动脉血管发生了粘连和裹挟，如何在肿瘤切除过程中避免大出血，这对于神外医生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肿瘤的血供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周围又是丰富的静脉丛，必须清楚地看到了才能做。那你要看不到的情况下，就不能强含硬拽。手术的过程中间出血很多，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命，范围很大。这个白呢，这个已经到对侧的，对侧的这个颈翼的前方了。看见了，前面绕颈内动脉了。如果说颈动脉破一个口的话，那病人就随时有生命危险，每一个细节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看下来，这是颈内动脉，这地方要破个口咱们就全部撤了。此外，肿瘤还紧贴着大脑硬膜，大脑硬膜非常柔软，就像鸡蛋壳下面的一层柔软薄膜，保护着脑脊液和大脑组织。一旦硬膜损伤，脑脊液就会渗漏，引发感染，手术也就预示着失败。弄点海绵来，这个硬膜是绝对不能破，稍微一破脑脊液一漏，那这个伤口根本长不上，整个手术注定要失败。一旦硬膜破了，脑脊液漏了，那这个水一直流着的话，那这个伤口根本长不上，因为有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坚决不能把硬膜搞破，哪怕破一个小口都不行。来，大海绵来。神经外科领域的医生经常形容手术是刀尖上的舞蹈，当肿瘤与要命的血管和组织发生粘连时，医生别无选择的只能通过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强行分离。那一刻，刀尖上的舞蹈更像是一名医生的使命。让外头这个地方有多大的空间，
关，祝愿他有一个好的结果吧。你们都去小妹妹，来，拉上跟我走。吴耀东需要漫长的康复，至少45天才能够进行下一次手术治疗。然而，这45天，吴耀东还要攻克感染管、呼吸管、受损的神经康复等诸多挑战，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40天，此时吴耀东的气管插管依然没有拔出来，医生们还在努力地为他制定治疗方案。等于把肿瘤拿掉以后，头就悬空了，头和脖子就分开了，肿瘤已经把脑袋给离断了，你稍微一搬动，这个一扭，人的呼吸就没了。可能这次做完了，还得从后期再做一次肺体重建。这个肿瘤的这个壁很薄，你把东西放进去，这个壁你都缝不上。要想修复吴耀东颈部受损的两段骨骼，只能从吴耀东的面部开刀，重新再做一次手术。需要把直径7厘米的人工骨骼植入到头颈交界处，会造成15厘米的伤口创面，涉及耳鼻喉、头颈外科、神经外科等多个科室，难度非比寻常，手术成功的几率非常低。怎么样？这个肿瘤呢，就是根据它的性质来确定下一步的方案。嗯，如果说这个肿瘤的性质实在是非常的不好的话，所有的治疗办法可能都起不到作用。那吴耀东就，那很多人都是这样。像他这个病一开始，如果肿瘤的性质不好的话，只有一个结果，治疗，就是说病人只能通过一次一次的手术来延长他的生命。所以这个现实是我们治疗上的一个现实。很多人认为这个病到了医院，医生一来了，技术一高，啥病都能治得了。这个事实上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评估完了做不了手术，就意味着通过手术的办法已经做到没用了，做到头了，已经做到头了。在没有拿到病理之前，我们医生也不愿意说这样的话。判死刑这个事情，其实在治疗的过程中间挺残酷的。这个死刑不是医生给判的，是疾病本身，看他能不能做还是一个方向。但愿吧。这一天，范主任找来了外院的医生，希望能够借助更多的专家力量，为吴耀东创造手术的机会。看前面这个事儿要不要再来一次。现在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个瘤子的性质，如果还是这种侵袭性的生长，咱们做了一次再做第二次，永远解决不了问题。与此同时，春子也在去往各大医院的路上，期待更多医生为她的丈夫延续生命。病理报告已经出来了，吴耀东的肿瘤属于十分罕见的反复性生长的恶性肿瘤，即便冒着生命危险修复颈椎骨骼，生命也维持不了多久。如果肿瘤这是恶性，而且这种生长方式又复发的这么快，不能根治的话，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不建议再去大范围的去做手术。手术可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后这病人还是复发。所有的专家都建议保守治疗，这意味着吴耀东只能在病床上
度过为数不多的生命时光。春子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丈夫，她选择了隐瞒。可是她不知道的是，吴耀东已经察觉出自己的病，再也无法治好。面对医治不好的疾病和命运的残酷，夫妻两人选择了沉默。是是，尽量身体多吃点。我想过，我想告诉他，但是我就是怕告诉完他了之后，他接受不了。我不一定让你看到了吗？其实我对这个结果良心的事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就往好的方面想，能控制的医院就控制医院，反正都没有遗憾。这一天是女儿的生日，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吴耀东更加珍惜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他决定为女儿准备一个惊喜。宝宝，妈妈，今天要过生日，也是姑娘给了我这个意见，我一直在挺着。在妈妈心里。哎，做爸爸自由自在的宝宝。我是来照顾爸爸、保护爸爸的。谢谢爸爸。可是，生日刚进行到一半，意外却发生了。吴耀东因为一次呛咳，气道造成了堵塞，情况危急，不得不再一次进行气管插管。
好好学习。跟他说，爸爸希望他学习特别好，一直是个好学生。这个愿望很小，但是又很大，因为他寄托了一个爸爸对孩子所有的爱。他是多么不想麻烦别人去帮他做这件小事，但是如果连这么件小事自己都没法做了，又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情。我希望能够陪伴女儿一起长大，每年和女儿一起过生日，帮我送女儿一份我准备的礼物吧。好，亚东告诉我，他的病无法治愈了。他为笑笑精心准备了一个童话般的礼物，他希望我能够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我看到了一位病床上的父亲的痛苦和无奈，因为疾病，耀东有很多遗憾和不舍。他最放不下的就是女儿笑笑，他深知自己已经没有机会陪伴女儿慢慢长大，而吴耀东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能为女儿做点事儿。嗨，马老师。顺子你好。你好。笑笑你好。郭老师好。郭老师我。这谁呀？我在幼儿园里。这谁呀？我和妈妈。我来看看这个。哪个？这不是我画的画吗？这是你画的是吗？这个小恐龙。棒棒糖。我看看你的微信，你叫卓玛是吗？嗯。啊，真好听的名字。好了，我加上了，我姓马，叫马丁。等你七岁上学的时候，叔叔会给你发微信，鼓励你好好学习。行啊。加马叔叔要加油哟。笑笑要加油哟。他跟我说，你能不能加我女儿的微信，然后在她七岁上学的时候给她发一个鼓励她好好学习的话。一个字儿都不会忘，一个父亲得有多绝望才会嘱咐别人帮自己去做实现这样的愿望，这就是生命的无常吧。你为什么要一直带着笑笑啊？因为他在这病了比较重，多一点时间要一家三口人在一起。你觉得可能这样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是吧？对，让笑笑对爸爸的印象多一些。对，是为了笑笑，还是更多的是为了耀东？都是吧，想让孩子以后大了的记忆里对爸爸的记忆多一点，然后也想让我老公最后的这段时间，因为最亲的人就是我跟孩子。是。好漂亮。这上面写的什么？我跟爸爸，我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哦。爸爸画的爱我。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你，是永远不分开是吗？嗯。看到笑笑天真可爱的模样，我经常会想到我的女儿，希望在笑笑的记忆里没有病痛。我一定会兑现诺言，帮助笑笑成长。
看吗？天哪！笑笑，漂不漂亮？来，过来看看。生日快乐！还有你的照片，爸爸妈妈的照片。往这边看，还有礼物。这个呢，是你爸爸委托叔叔送给你的未来20年的礼物。2020年12月22日，是你6岁的生日。你已经上小学了。爸爸最开心。每一封信都是父亲吴耀东在未来最想对女儿说的话。我知道，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陪伴着女儿长大。爸爸每天都会送你上学，在校门口等着你放学。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爸爸永远爱你。妈妈就是你开心的姑妈。小雅，妈妈问你个问题可以吗？那如果有一天，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你看不见他了，爸爸，哪个远？一个很远的地方。山里吗？嗯。那跟着去。那我们找不到他怎么办？会让他回来的。他要是回不来了呢？一会儿再说。笑笑，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你身边了，然后那个地方特别远，他不能陪你回来过生日。春子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女儿，爸爸的病没办法治疗了，希望女儿能够慢慢接受没有父亲的生活。然后爸爸到时候因为没有时间回来，让那个叔叔给你准备了这么多礼物，提前送给你，他会想跟你说一段话，就是叔叔念给你的那个话，你愿意好好听一听吗？我宁愿爸爸离开我。但是爸爸有一些事情，他要去很远的地方，然后他可能回不来。我就要爸爸在这个医院一直。不，好吧。如果爸爸没有时间陪你过生日，然后爸爸让这个叔叔，好吗？这个是10岁的时候，爸爸给你。10岁的时候，笑笑。感谢上天把你带到我们身边，从你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再到幼儿园到小学，一转眼10年过去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4年级的学生，爸爸看着你一步一步的成长，有时由衷发出感慨：时光如梭，那个胖嘟嘟的宝宝已经成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女孩，你知道吗？每当看着你笑着，露出有蛀牙的牙齿，爸爸就会很担心。2024年12月22日，爸爸永远爱你。你爱爸爸吗？把这些信交给你。如果你觉得在笑笑生日的时候把礼物和信送给他听是适合的，再给他。所以其实礼物的意义在于说，我相信笑笑爸爸希望笑笑还有你一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都能健康快乐，他会一直在陪着你们。这就是一个爸爸送给孩子最好的生日。好好生活，好吗？加油。
你一定要做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知道吗？这个里面是爸爸送给你最好的生命的礼物。